他其实他会有自己一些调整的步调。哇，这球穿了，又是安打。这个半局四位打者都是阿达里，而且这支安打带两分打点。目前为止，在这半局上垒的跑者前三位都回来，4-0。王念好也打出了安打。这个球外角球哈，就是球跟进来，打到反方向的穿越安打。来看一下王念好这个打击，没有外角球，没有硬拉，这打得很好。寻求确实的击球，有实力的打者了。